你谁呀？你在我家？王正，你怎么在我家呀？是粉丝福利吗？你绑着我干嘛呀？本王要你做我的王后。啥意思呀？字面意思。大王，菲儿郡主前来觐见。菲儿参见大王。王后。菲儿，莫要多礼。王叔怎么回事？即便是婚后，会穿越了吧？少了菲儿的青梅竹马汤。哎，多谢菲儿郡主。菲儿郡主可还有他事？三日之后是太后的生辰。一个个说话文绉绉的。展示下东山国的传世之术。王后自幼练习东山国传世之术，技艺精湛。三日之后，定不会让太后失望。那菲儿先告退了。皇果儿，以后本王的寝宫未经允许，禁止入内。诺。总算走了，我也得赶紧走。大哥，哦不，大王，没啥事，我先走了。等等。这里是王后的寝宫，王后要去哪儿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咱们这是两个世界。一会儿我就找水泥工把那个墙给砌上，咱们就当啥也没发生。砌墙的钱你出啊？站住！王后岂能随意离开？你别以为你顶着王正的脸就能欺负人。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？大王。此人忤逆大王旨意，逃出宫外，被禁卫追回。大王，此人该如何处置？就赏他个痛快。诺。哎，不至于，不至于，不至于，真不至于。放箭。王后，该练功了。练什么功啊？当我的王后，要学的东西有很多。